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来欢迎来自我们庄敬高城的同学们所组成的这个队伍，也是我们编号第25号的参赛队伍。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Teammate， 所组成的 Teammate， 好的，谢谢你们。是每一年的这个介绍词呢，总是会有一两组的同学们相当。